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ar、马来西亚吉隆坡盖亚卡店、槟城 Apple Brothers 以及北京卡拉和广州废柴猫、南京九乐艇赞助播出。快点要我哟！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，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排注解说。今天来解说我们的魔灵珊瑚 V 吼，莱特特性非常酷，在前排的时候呢，对方只要手填，注意只能手填这个动作吼，一颗能量的话扣三个伤害指示物。所以说你三个的话有一点少，那要怎么样把这副牌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就要搭配其他的附加的一些宝可梦，等一下来做解说吼。来第一招打60，然后在对方的后排宝可梦放三个伤害指示物，随便你放，所以有一点类似那种扑伤的概念，那对方只要一天能量又会自己扣血，所以我们要整副牌完成像扑伤一样，这样懂吗？好不好？那血量190有一点少啊，但是芒果当初是配这个炸弹气球，那因为一回合就会掉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强，所以芒果最后是配护符，等一下跟各位做解说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百变怪可以进化成任何一阶宝可梦，甚至连化石进化上去的都可以。好，所以芒果一定会放一张。接下来放到我们这个雷鸟海兽，当他在场上的时候，对方的宝可梦只要有手贴能量，放两个伤害指示物在身上。所以你看，假设我场上是这个魔灵珊瑚，加上我们的这个雷鸟海兽一只的话，对方只要手贴这个动作，像我想想看哦，像焊接弓啦，或者是多边兽 Z 哈，只要这个手贴这个动作哈，就会直接扣50滴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我们就如果能做雷鸟海兽越多的话，当然越好啦，不过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就是了。接下来放了两只这个，那之前芒果有拍过这副影片，那可以自己找看看。皮可西手上进化上去的时候，可以返回对方一只宝可梦身上的能量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是一个动攻弄人家能量的概念啦，是不是？那你。我们还可以用回收网把它回收回来，再进化另外一只，再回收一次能量。哇塞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干扰对方能量啦。那说到干扰能量的话呢，红锤直接放4张，不跟你废话，好不好？你锤到的话就是赚。那再来就是放这个梦幻，因为芒果有看过的情况，就是说如果雷丘应该说皮卡杰克真的做出来，然后能量冲到自己身上，刚好你能量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怎么样，反个3-4张的话，下回有可能电场什么小米米能量转移有的没有东西，直接 double kill。所以我觉得这很危险。那梦幻就一定要放一张，再来就是放来转伤叠叠，哇，这个也太强了吧！那你只要奖励卡落后的情况下，我们贴个康腾能量，就可以直接把对方该转的宝可梦重点宝可梦直接转死。对，这个扑伤牌没问题吧？目前这样子非常的邪恶。那喜欢扑伤的玩家们，非常建议可以玩这一副，而且我觉得蛮强的。好，潮汐球放4张，那就不用放先机球了，因为我们这副牌没什么好丢的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丢的。那交换通讯4张，化石也要放4张。那因为你放3张的话，芒果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做不太出来，所以尽量能放4张就4张。那百变怪就是看情况做进化，好吗？看情况，你可以这回合进化成皮可西，再回收网回来下下去，下回合再做进化雷鸟海兽这个动作。都 OK。好，那因为宝可梦是有点偏向小人牌，有可能会被击倒，所以芒果放了一张这个单价。那珊瑚放4张就是拼起手是他嘛，所以不管先手后手，我觉得都 OK， 好不好？那网子3张，然后 switch 2张，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混沌场地你也可以改成无人发电厂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无人发电厂可能比较容易被压掉，好不好？那你的混沌场地的话。就是自己做决定。那板木芒果只有放一张，因为说真的，我们是扑伤牌，板木用到的几率并不是很高。如果真的需要用到丢掉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用竹篮 take team 把它捡回来，好不好？那竹篮放4张，因为整副牌的话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丢掉，比较少啦，不是没有。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，来玛丽2张，博士2张哈。那博士的话就是可能你真的是要拼东西了，就给他搏下去吧。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来呐喊队哈，挑对方前排的一只宝可梦啊，说错了。场上的是前排吗？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对手一只宝可梦回手吼，没有，他没有选择前排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反正就回手一只啦，等一下试看看就知道了。因为他使用到的几率也不是很高，芒果玩到现在还没有使用过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吧。那护符放3张，纯粹全部贴给我们的这个叫什么？魔灵珊瑚。那如果假设你魔灵珊瑚已经死了2只，第3只派上去可能会输掉比赛情况下，芒果建议你可以贴给谁？贴给我们的梦幻，然后贴给他，然后用他来点伤害，最后一回合直接蹦出点，直接转伤转死对方，没问题吧？好不好？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铺张牌，康特能量4张，然后这个恐怖超能量4张，好了。
大概这样子。那喜欢铺商的会可以组看看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！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，确认数量后，在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填写 Mango， 立即享有 5% 折扣哦。我系的盒子，该不会小小丑吧？最近小小丑超夯的，我想一下，哇，小小丑的话，但我想选后宫，可是我需要拼进化，好啦，我如果魔力三谷在前面的话，可以哦。这个魔力三谷前面的话，他等一下如果要拼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有机会搞他。啊，没有能量，尴尬，各位，没有能量。小丑，不像小丑吧？不是小丑，感觉是蜈蚣蜈蚣血量比较硬，因为小丑的话我们应该不难打，懂吗？小丑我们应该不难打，他有机会被我们搞死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蜈蚣的话血量比较硬，比较不好搞，可能要用铺伤的方式了。OK， 好了，先这样。没有能量也尴尬了，各位。哇哦，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来，我们先抓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然后再这个。然后在这个，然后先这样子吧。哇，没有能量，尴尬。啊，那唔汤啊，各位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解，反正他这回合应该也没事做了，最多就手贴、焊接工之类的。哦，指尖陀螺，好，拿三张火。那他想打第一招没得打，芒果没有能量啊。来。拉起翻焊接弓 ，OK。他现在如果焊接弓再加手贴的话，会扣90滴血，90滴耶，各位很多了吧？好，焊接弓，咚咚，先扣30，再扣30，哇、哦，超屌！然后等于重点是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威力，他应该知道我是配雷鸟海兽啦，因为都放化石出来了。可是我们有秘密武器，我们的皮可西，有没有？来吧。Switch 哦，上直接打是不是？第一招，那就不用拆能量了啊。哦、喜多兰恩哦，先下来 ，OK。然后20哦。那现在芒果要做一个很邪恶的事情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又来一张，来先敲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反面糟糕，好，那这个先进化。然后把它返回手上 ，yes， 然后再来进化这个，这不是，还是没有能量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没道理啊。嘿，这个有点神奇啊，各位，我想一下哦，场地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先不要下，我想一下哦，好吧，先这样子吧，反正我们也没事做。哇，各位，这下尴尬了，我们能量没有出来。好，因为他填能量也会扣多少？看，三四五六七，扣70，他再填他就爆了。来，好进化 ，OK， 你要填吗？他可能会把我杀掉，我在猜，有可能把我杀掉了。Maybe 啊 ，Maybe。好，再次反应攻。他现在一贴就要24567，会先扣70滴。那现在可以打多少？120。还好啦，没事啦，不痛。回填啊，这回填没办法，要手贴才会扣血。哇，尴尬，各位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要先洗回去，然后我们把我想一下、拿什么拿回去？我想一下这个返回好像没屁用我觉得梦幻也没屁用，把梦幻丢掉好了，好不好？梦幻不要留着，这个感觉没用了，丢掉。来护符，来直接不是，你感觉不是蛮有用的想一下哇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现在这种情况要被他杀吗？我有点浪费耶。回手好像也不太对。好啦，我先 switch 好了，先把秒掉，秒掉就认命了，好不好？要回手吗？他应该也不会贴给他吧？会贴吗？好了，回手一下好了。
Yes。然后结束吧，没事做啊。那芒果一下都还没打到，等他杀我好了，好不好？但我跟他，我知道他可以杀我，但是我能拖尽量拖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能拖尽量拖。来呗，他现在打的话，他手贴会扣血，因为他墓地没有火能量。那我现在想抽网子哎，我现在网子需要回收这个皮可西耶，蹦蹦蹦蹦，你看200滴，断。他现在打多少？一二三，是160，好，160，那就这样子吧。丽佳，我想一下，这刚其实可以先贴的说。破网子没有回收网，好锤吧！哎，怎么都锤不到啊？好烂哦！换你吧，尴尬、啊、各位，这下尴尬了，锤不到啊！那画面好震撼哦，蹦蹦蹦！好，给你杀吧。没事，各位，40点怎么给？我想一下，拿我的。恐怖能量还没有出来，我想一下怎么打。40点了，先全部给你也没关系吧，先处理掉前面这只，还是我们用转的方式把它转死，然后先给他没差啦。来40点给你，好，两张。感觉我的玛丽还没出来，玛丽好像可以用，等一下有玛丽的话可以用一下。他现在完全不敢那个，我现在是可以那个的状态齁，可以用反击能量的状态，所以我先这样子。啊，我这忘记丢掉，各位抱歉。糟糕，我想一下哦，返回一张是不是？他等一下不可能，他应该贴后排，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用那个，拿个玛丽吗？拿个玛丽吗？好吧，拿玛丽好了。哇哦，那就先这样子吧，来60打身上，然后这个随便给吧。我不要给他，因为我怕他会那个回收。好，先这样子吧。哎、欸，网子没有出现啊，各位，尴尬。哇，水毛，这不好打了。他们有补血，我们就不好打了。哇，尴尬了。我觉得我们这种牌齁，打小人牌比较好打，然后打这种 BMS 超难打的。好，再蹦蹦蹦蹦。我给他吸上来了，会打掉我。那现在250，我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。250，40点给他的话，想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。那他现在血量还有290，再加50，哇，60哦，哇，好像打不死、欸，弄不死他哎、欸。除非我吹风机，对不对？芒果放吹风机吗？有点忘记了，我看一下。我们解锁一下牌组，来，我们吹风机。没有，我想一下哦。要转上把它转死好不好？好像可以哦。我怕下不来，怎么办？先玛丽吧。先玛丽吗？好，先玛。Yes。Switch。网子，我没有 Switch 哦，尴尬了，各位。没有 switch， 我想一下哦，锤子锤掉它，哎，怎么都锤不中啊，好烂哦！好，这样子，他应该杀不掉我吧？好，先这样子吧。可以杀掉我哎，开 G 叉就好了，有没有火能量啊？哎，各位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。打这种大牌太难打了，找20滴哇！我觉得我们就要玩疯狂派对好了。来，你可以玩疯狂派对吗？等一下，点这两张，然后这个怎么点？一二，没得打啊！我有反伤，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输了啦，没差了。哎呀，这个他大怪太硬了啦，各位，对不对？大怪太硬了，没得打。哎，亏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玩一次小人牌，看看好不好？我们打小人牌。再试，
不相信，太扯了。来，疯狂派对真的是碾压，超级碾压，各位你们看一下，很屌。对这副牌，我就算是就是一个二线的粉牌吧，但是会让人家玩到很不爽，是真的啦。我看 yes， 我看 yes yes， 对，先手，我们需要铺场，跟刚一样。OK， 先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棋手还行啦，好，先动一下。哦，没有支援者，等一下有支援者就 OK 了，来吧。那这张用不到了，这只转上叠用不到。有阻拦的太好了，好，我们先做其他的东西来，那个什么先出来，百变怪先出来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等一下哦，这个、哦、不行，哎，你要海兽，我想一下哦，这可以，我们甚至连能量都不用贴，其实，好吧，先这样子吧，他等下贴就扣30哦，等下给你们看。打小人牌多么的爽，超级爽，各位，爽歪歪的爽，而且他就东东鼠起手，好屌、喔，明明就只有一两张东东鼠啊，不对，疯狂派对还有两张的样子，所以东东鼠起手好像蛮正常的。好嘞，东东鼠，哇，好多东东鼠，好，放了一张兔子，走贴他就会先扣30哦，各位，先击球，哥，我跟你讲，这场。芒果一定屌秀，好不好？超级秀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都反面，他可以正面呐、啊？太扯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芒果这场基本上不动，好不好？我不动，我也可以赢，信不信？那这个不用，来直接换位，因为 switch 用不到，我们把它用掉。好，这情况怎么没有那个？我想一下哦，先这样子哦，这不要，这个先这样子吧。然后我想一下我要干嘛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、欸。先这样子吧，妈，他现在各位，他只要贴能量就死掉，他一贴能量就死，相信我，一贴就死，超屌，好丢。然后芒果这个没有绿牌的有点尴尬、啊，没事没事，还撑得住，好不好？芒果撑得住，好丢一抽二，有绿牌的吗？他现在在拼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拼可以一拳秒掉我的时候。但是芒果身上没有护符，也没有那个恐怖能量，所以他要杀我，一定要趁现在，不然他等一下很痛苦。来吧，蹦蹦，先扣50，撤退。哎呦，我、哦、下不来，你的优滑板呢？优滑板还没出现。OK， 等一下撤退了。不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有一个很坏的想法，各位，非常坏的想法。这样子，然后 switch， 然后我想一下哦，他这等一下会撤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哦，先点杀掉我之后，等一下哦，30先点他，好，可以，30先点他。我想一下怎么打，哦，20，让我想一下哦，我直接帮他了，好不好？要帮吗？好，然后点20给他，12，然后10点给他，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我直接帮他，因为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干嘛，锤，好，给你锤。其实我不用攻击啦，不用攻击应该可以赢吧。好，等他天能量，他天能量应该就死了，所以就爆了。好，进化，没事没事，芒果卡手还是有办法杀人的啊，各位，相信我。好，东东鼠应该拿来丢了，用不思湖的特性丢。好，熏香，好，再拿一张踏冰人偶。OK。丢丢，好，先扣50，聪明呢，啊，先扣20，说错了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这个好尴尬了，可恶，被搞掉了，亏，
好，各位，我们真的需要那个了，我们真的非常需要那什么东西，那个叫做绿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绿牌了。没有，我想想，这个先回手 ，OK， 然后没事做啦，等一下哦，网子啊，网子先，这样子，我们真的需要绿牌啦，各位，好烦哦，啊，只要天能量就死了，这个天能量也死，这个天能量也死。这个他不可能用东东鼠打 ，OK， 各位，完美康宝出来了，这有点好笑，来吧，我现在就要嘲讽一下，哎，我们小绿脸是很嘲讽的，他踢了就死，所以你看芒果刚刚那个梦幻屌不屌，不错吧？秀到了，各位，你们看到哇，打这个。哎、欸，凤凰派对啊！我们这副牌根本就屌克啊，克到炸掉，克到歪头那种啊！打小人牌真的蛮好打的。好，东东鼠。那现在呢？他要再做一只绝绝兔吗？做绝绝兔不行啊，怎么做都不对啊！他不管贴谁都死，除非他再做一只不死狐。可是再做一只不死狐的话，有点慢了吧？看一下。好，来吧。好，丢丢丢丢丢丢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敢贴啊！不敢贴，我们就不要动啊！各位观众，邪不邪恶？干嘛啦？哦，那不行哦，太尴尬了。哦哟，我们的那个挂了啦！我本来把能量返回去的。等一下哦，那就给他吧，然后锤掉。哎，怎么都反面啊？哦，这只应该要被杀。被杀之后，我想一下，被杀之后就哎，被杀之后会反伤，反伤20，然后他就会死了。OK， 这样没问题，没事，继续吧。不是，我们资源者为什么不见了、啊？各位，我们资源到现在才出来一张竹篮呢，明明有一大堆资源者啊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反正。我们不动也赢，对不对？还蛮我超级嚣张，不动也赢你。刚刚被虐爆不行啊！打打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哦，玛丽哦，好也可以啦。他打我还是要死，会死吧？看一下，4、8、11、12、13，260，太棒了，各位，完美啊！还是得打，我觉得还是得打吧，不然，对啊，还是得打啊。哇！反伤20，自杀！你看到各位，太赚了！奖励卡一张，来派兔子吗？还是派谁上来？我们派他。好，兔子上来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哦，我建议啦，芒果建议啦，就该做的就做好做满吧。OK。那我看一下哦，雷鸟海兽还有，好，那我现在应该就直接我看一下哦，应该没事做吧？好，没事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来换人，各位，他现在贴能量就死，就这两只他贴都死，不贴又不行。重点是他杀掉我这只就赢了哦，可他偏偏杀不掉，这叫什么？嘴边的肉却吃不到，怎么办？太好笑啦，各位，真的太好笑啦！立家好抽5张，有没有办法动啊？没解吧？我觉得看看，他的能量都不能贴，三无贴他会死，我选择死亡。我没有在业配，你不要搞乱搞，我没有业配。哎，不要让我玩，你自杀一下啦！哦，好笑，贴个35自杀，哦，蹦蹦蹦！哎，我有玛丽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玛丽，我玛丽救你一下，我的玛丽还有一张，我看等下能不能抽玛丽，好不好？我们抽玛丽一下，好，玛丽来救你一下，哇，没有玛丽有尴尬了，各位，我想一下哦，转伤转死你哦，好像也可以啦，哇，这不好玩，尴尬，各位，我想一下，你看。
我们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没，其实没事做了，各位，你知道没事做了，那就怎么样？就对啊，就这样子啦。回去，然后拿个这个，有没有看？你进化，把能量回手，他下回势必要再手贴，可是他没牌了啦。哎，还有一张哦。哎，放回对方的牌组。哎，我不让他死，你看。我就是要折磨他，我不管，我就要折磨他。折磨，我想一下怎么做。不行，我要折磨你，太好玩了。出来，然后等一下，如果抽玛丽的话，再马一下他。哎，有呢。好，我们折磨开始。嗯，先这样子吧。OK， 不打，不让你输。然后我在拖台前呐、啊。因为太好玩了，太好笑了、啊、你看啦、啊、你如果跟朋友玩这种牌，我告诉你，这才是真的叫做怎么样，有互动的。那如果你朋友真的不爽你的话，也许会敲你一拳吧之类的。好、哦、这个没差，没事。好贴，好撤退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包鸟，然后呢？好，结束，放我。芒果是不会让你活得这么愉快的，各位。是不是他们刚刚这么嚣张，我们就只好直接来个玛丽，好不好？让你继续有牌，我们再多混两回合。我真的觉得我好贱哦。好，他又有两回合可以活了，直接攻击哦，六十三十的话点给，也变了，没什么差了。OK， nice， 各位，我们再拖时间，如果你不想看，你可以往后滑一点，我们来做结论，好不好？干嘛？宝藏没东西丢哦！我会让你再活一回合的，好不好？这叫什么？想死却不能死的痛苦。想输啊？哎，不是啊，不行这样子啦！哎呦，贴一下嘛，看表演一下嘛，蹦蹦蹦蹦，你看蹦蹦，哇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，超级痛，各位。好啦，没解啦，好啦，不跟你玩了，直接把它弄掉吧，好不好？放位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直接回合结束。这个就看，反正进化上去，你看他可以扣多少天能量的话，二四六再加三十九十滴，难道？然后他打死我的话，还会反伤二十，再加四十点，随便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玩的。好了，回合结束 ，GG， nice， 各位，你看打刚刚第一场打焚焰弓真的不太好打，因为我刚刚讲过他 VMAX 血量真的太多，但是打小人牌哇。轻松，你看芒果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对方直接大爆炸，有没有到？太强了吧，太好玩了。那如果想要玩魔灵珊瑚、雷鸟海兽的话，可以试着玩玩看这一副，跟朋友玩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建议，宝可梦日的话也可以玩这一副，因为真的太有趣了。对方就说，哇，太有想法了吧？好，那你要想着赢的话，除非遇到小人牌啦，不然 B Max 的话确实没有那么的好赢。好啦，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